VIP 证是很强的。团长好棒哦！这是海哥。好兴奋啊！把那个果胶 ，OK。就是那种 ，There you go。来了，温吉哥，耶！我们今天准备要出发了，看看我们今天的队车上很多惊喜的东西耶，有一个 VIP 证，除了 VIP 证之外，还有一整袋的补给装备耶，虽然只是一张纸啊，但是在现场应该是蛮帅的。Visma 的今年的帽子耶，还有选手吃的，这是果胶吗 ？Energy Drink Lemon 2:1 Visma 的笔耶。Did you know？ 每天都有惊喜耶，总共价值80,000多块的行程，还是有点值得的。今天就要来预测了，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赢得更多的奖项。这是我今天的预测，第15站，我觉得单站冠军是 Pogacar， 感斗赏，因为是单站冠军，所以他应该也是感斗赏。今天最好的应该是温吉哥在 Team Visma 里面，希望可以让我获得奖品。虽然我现在坐在这个 Team Visma 的车上，但为了奖品，我们必须还是要现实考量去填写这个单子，好不好？昨天看起来破开下的状况比较好，就看今天会不会打脸我们现在的影片了。塞车刚塞超久，结果竟然有这个环发官方的警车下来为我们开道，所以现在前面全部都是大会的裁判车、前导车，还有各队的队车。因为其实我们后面有一台 Philipson 他们的队车，应该是队八啦，有被卡住，所以他可能下来这样帮我们开道，蛮强的，太屌了，超爽！这只有坐在这个车上有这样的体验。今天是第15站的赛事，算是这几站当中很重要的一站。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个 VIP Pass， 所以可以先进去里面逛一下。那现场看到超级多很有趣的是，很多爸爸妈妈带小朋友一起骑车上来，然后车停路边。其实这样应该是最快的方式，因为开车进来完全开不进来，除非你有那些像我们这种坐着对车进来才有机会，不然其实根本没机会往前。进来了，拿到一个这个才可以进去。他还是需要做一点点简单的安检，才可以让我们进来这一区。好棒哦，天气超好的，终于来到环法的现场了。平常都是在 Netflix 上或者是看转播才有机会看到赛事的时候这些氛围，但其实我们刚刚一路从外面开进来，就可以感觉到平常选手如果开在这些道路上，然后很快的这种下坡的方式去，哇，很不一样的感觉。看这边的天气，天空超蓝，超好的。OK， 我的 QR code 认证进来了，要有 QR code 才可以进到这一区。应该算不知道是不是 VIP 区，还是要买票，但是我们是有买票的，所以平常的其他人可能不能进来。哇，里面有超级多摊位。哇，这个是29、30号、1号、2号、3号，每天不一样的领先集团的名字在这。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要追环法，很推荐大家可以下载他们官方的这个 app。 我平常都是使用这个官方的 app， 其实超方便，里面有很多即时的成绩可以看，是目前现在各色山的展示，红点山、白山、绿山，最重要的黄山。哇，这边有很多关于环法的一些历史。哇，环法的奖牌，这是各车队的衣服。我们这一次是穿着 Visma， 我自己 Team Bahrain Victory。 来，这是黄山的休息，上面是 Philipson， 红点山得主 Tour de France。 这个是奖牌，哇，我到 Pogacar 的黄山、白山，现场有在发蓝色的帽子 ，Thank you。在白山的摊位这边有发这个蓝色的小帽，太可爱了。身后的白山，现在领先的是 Quickstep 的选手，他应该也是目前 GC 排行榜的前三名。我们刚刚看完了各色山的摊位之后，接下来这边就是环法的官方摊位了，很多人在这边现场已经买起来，带大家看一下，这边有四色山，红点山、绿山、白山还有黄山，里面也有一些相关的环法周边。这个是今年 Santini 的红点山车库，红点山的衣服，还有
黄衫，黄色的背心，黄色的车衣，哇，还有白衫，哇，好可爱哦，好小，小小的，还有很多帽子，对，还有很多小可爱的在这边纪念的在这，还有二十 U 黄衫的红点衫二十 U， 这个应该就是他们的一些比较小朋友的设计，然后这个是官方的 logo， Total Difference 二十五，红点衫的小牛。蛮可爱的，环发现场还可以直接自己来泡咖啡，都是胶囊咖啡。VIP 证是很强的，可以直接进来到选手区，这边就是对车区了，各个车队都在这边 ，Movie Star， 然后那边是 FDJ， 哇，所有的车队都在这里，哇，选手在这边已经在准备热身了。我们前面要看到的是八零胜利车队的 Victory， 哇、wow, ，In here， 我现在这边就是八零胜利车队的队车了，嗨，哇、wow, ，看一下他们选手现在车上有今天的路线，然后用的跟我们一样是 Vision 的手把，大部分都是用六十框高的，但是黑色其实是比较顶级选手会用的，他们是用三十七的，是 Vision 最新出的轮组。这就是选手在骑车的时候会有的晶片，然后这边就还有赢得一站，哇，这是海格，然后他们用的也是 Garmin 的车表，这是玻璃斯大叔，这边看到满满的美利达车架都在这边，然后他们车子固定的方式很不一样，这边都只有简单放在上面而已，只有靠这个中间的夹具来把车子固定在车上，这样才可以快速的把车拔下来。Team Visma， 我们来到他们的休息区了，这边就是他们现在的战车，都在这边准备了，车表还没有拿上来。然后那个有欧洲冠军的涂装，特殊涂装，现在他们在帮他们做一些行前的准备。这是 Bora 车队的车手，这是现在 Cube 车队的绿衫。哇、wow ！然后他们也在热身当中了，然后可以看到后面都有冰块，随时都在这边。这个训练台也是 Garmin 的 Tux 的品牌，然后 Garmin 在前几天有说，他们有些车队会喜欢用这样比较轻便的训练台来做热身，因为其实每一台如果都是用那个比较重的话，其实整体来讲会比较辛苦，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Obera 车队他们是用 Tux 的这个训练台来做热身的准备。哇，我前面这边超级多人，这边现在就是 UAE 的车队热身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这边满满都是人，因为 Pogacar 的车子，还有 William 就是盘爷 Kevin 的车子，哇，选手回来了，这是 Pogacar 的冠军黄衫的车子，那其实还有很多预备的车辆都在队车上面，好 ，Ineos 他们也都是使用 Garmin 的车表，看一下选手他们。使用的是1040，哇，现在有全部的一些战略都在上面。除了这个之外，也可以看到他们有些车手是用840，是比较小颗的车表，然后也是用有太阳能 solar 版的。哎，等一下，你看刚刚所有选手都是使用 Garmin 车表，如果很羡慕没关系，台湾已经上市最新的 H1050， 哎，这个1050使用体验跟刚刚选手使用的完全是不同档次，看到这1000尼特的萤幕，超级亮哎，哇，有点赶啊，其实在这边时间不多，因为我们要先前往35公里处，所以现在要准备开始往出发点移动，因为我们没办法看他们出发，是因为他们其实会有管制，所以我们如果不先走的话，会跟待会选手出发卡在一起。为了我们待会有机会在赛事中为选手们补给，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离开这个热身准备区了。这边现在在车队展示，然后也有很多车迷在旁边，像我一样，像粉丝一样在旁边等合照、等签名。哇，环发好棒哦！可惜只能来一天，真的太可惜了。如果有机会，真的要好好的每一站都追，每一天都追，看一下他们的一些小小的细节。哇，这里就是起点了，好多人哦。我们刚从这个上面一路上这样冲下来，实在是太远了。刚刚大家在车上整个快晕车，冲超快了。但选手现在已经在第一个爬坡，我们这个位置大概在35公里。天气很热，开箱，哎，很精致哎，一整套的，哇 ，Total Difference 的杯子哎，这个是一个优格，哇，生菜沙拉 ，cheese。还有这个是主餐，竟然环发官方也有出这个
我们现在人在35公里处，现在选手们准备从山上已经下滑下来了，应该快到这边了。刚前导车已经通过，哎、欸，很紧张哎。哇，我们刚刚路边吃一次，突然就被叫过来，选手准备通过了。他们前面那边是一个 S 型的下坡下来之后，然后到这边其实是一个圆环，但应该大家不会走，那会直接这样切过来，所以这边会是一个三角锥，然后再往那个方向移动。我们现在是在路上的其中一小段，然后这边遇到 Kiki， 你看他的车子，自己前面有这个，太可爱了吧！然后旁边这边是粉红衫，彩虹衫，就是世界冠军的这个涂装。阿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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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我就要担任 Visma 车队负责帮选手递水的伙伴了，所以我等一下要把这个Visma 的衣服换上，然后让他们可以在路上看到我，然后等一下我就负责跑动的方式把水递给他们。好兴奋啊！我身后现在这边就是 Visma 的老板。Yeah， 我看到前面那边全部都是坐在路边的。哇，这边超级多人。Crazy man！ 我们现在在帮选手准备的是果胶跟水，把那个果胶放在这个水壶上面，像这样。待会他们选手骑的时候，我们递水壶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决定要不要把这个留在车上，或者是两个都拿。我们刚刚已经准备好了那些果胶还有水，然后我们现在要往下移动到10K 的位置，待会准备帮选手补水。每瓶水或者是果胶，或者是上面会有 XM 或是 W。表示的这个内容物都不太一样，我现在已经全身换装完毕了，变成是 Team Visma 车队的一员。Wait, you have to hold the bottle like that. Yeah. So that and what you do, not like that. Not like it. No, like that. Because okay. If you hold it like that, the rider will kick it. Okay. So you want to give it to the rider. So I'm going to show you. Because the rider will come, hold it. Maybe a little bit more to the front. No, just your arm. Okay. This way. Yeah, like that.So the rider will come, and no, stay. Oh, stay? Don't move. Okay. Jerry, stay. If you move, you're... Okay. You're on. Okay. You cannot move. Okay. So you hold it, the rider will come, and you'll feel this, okay? Hold it a little bit longer. Okay, okay. Because you want to give it. Okay. How? Just little. There you go. Okay. Good one. Yeah. Okay?我们现在要准备帮温吉哥他们补给了。那现在第一集团距离这边大概剩下3公里不到，所以蛮快，他们就会经过最后10公里处。有点紧张哎，等一下我就只能这样站着不能动，然后让他们把水拿走，希望补水顺利。待会第一集团是没有Yumbo 车队的人，但是温吉哥还有 Pocaccia 所有领骑三的人都在第二集团，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会有点混乱，也会有一大群人过去。啊，第一次担任补给员有点可怕，希望一切顺利啊。好、oh, ，OK， 来了，温吉哥，温吉哥不要，温吉哥不要，可恶，还没有拿我的水，我看起来跟温吉哥，好嘞，好紧张哦，温吉哥的水拿掉吗？他没有要水，他不要水。兰达，哇，好近，看到选手，好爽哦！第二波选手过应该才是主要的重点，刚刚的 GT 主将都没有人要水，希望我们可以补到一罐啊，顺利补到一罐吧。Water. Yes. Thank you. Yeah. 哇，他给我拿水啊！他给我拿水，是 Visma 的人，都是 Visma 的人。Water, one. Shit. Water. Yeah. 我们现在回到他们对车的位置，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要到签名，因为选手现在陆续回来。然后我们拿着我们的帽子，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让温吉哥或是 Wolverine 帮我签名一下。哇，这一排全部都是对车。
耶、yeah, ！获得了猜拳啊，不是猜拳，是预测冠军 Visma T 恤一件，太爽了吧！而且还有这个盒子。这次带我们的这个人也是以前很厉害的选手，太厉害了！他最喜欢是巴黎鲁贝这比赛。你看 Edge 10501000尼特的萤幕在这下面显示超级亮，而且滑顺程度真的是很好用，跟手机差不多。最喜欢的功能呢，就是可以跟队友来一个这个群组约起 Group Ride。这个群组约起功能呢，只要开起来之后，你就可以及时看到队友跟你前后的距离差，甚至你可以设定一个杯赛，然后来互相挑战谁先到终点，有最快最慢奖。那除了这个之外，我最喜欢的功能是可以及时有这个危险回报。其实这个功能很好，因为你在一些不熟悉的路段，你可能就可以看到前面的车有回报说，哎，这边有野狗，或是这边比较湿滑，可以及时注意到路况。我觉得对于骑乘安全来讲是更升级的体验。看看，这是我今天的一些战利品。当然有很多一部分都是 Visma 车队送的，然后我们在现场拿到马牌轮胎的小袋子，然后还有 Tao Difference 钢的餐具，还有白衫的帽子、绿衫的帽子。但还是想来跟大家聊聊今天去看环法的这个心得。我觉得整体来说真的体验是很赞很赞，因为在这次的环法体验当中，当然我们算是有点氪金啦，非常感谢 Garmin 台湾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看环法。而且这一次的环法呢，我们竟然还是用算是 Visma 车队，就是一个旅游的行程，那两天一夜。正常来说会有一天下午的骑乘体验，会可以骑到 Visma 他们车队的官方的车款，当然是比较旧的，但是毕竟都还是选手用的车子，所以还是很好奇。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隔天早上正常来说应该会有机会可以去跟车队互动，然后先提前到他们的饭店有一些签名的可能。但是这次蛮可惜的，因为疫情，所以他们希望选手不要有染疫的可能，所以在这部分就取消我们这个行程。那早上也很感谢我们带队的伙伴，他们其实很早就把我们带到现场，所以我们其实有多了一些时间可以在现场去逛一些环法的开赛前起点旁边的一些小小的摊贩，当然就是试色赞助商的一些摊位，还有一些比较环法上的历史介绍，然后很多赠品可以拿，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很赞。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 VIP Pass，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到 Team Bus， 就是车队的车子的巴士附近，然后去跟选手有一些互动或是近距离接触的可能，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真的是体验很赞。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体验是我竟然可以在环法这个赛场上有机会为环法选手去做补给，然后我们真的拿了车队的水壶，然后还有果胶，就站在路边，然后穿着 Visma 的队服，然后可以有机会服务选手，我觉得那感觉很棒。最重要的是，在我眼前亲眼经过的是温吉哥跟 Pocaccia 在最后5公里前的一个竞争，但那时候他们两个还是黏在一起，但可以看得出来两个选手这么近骑进来那个风压感受真的很不一样。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 tour 的这个费用，我去官网看了一下，应该是要2300欧元，大约是台币要8万多块。但是其实说真的，他们每一餐吃的法餐，然后车队的体验，或是送了很多周边，甚至有机会跟选手近距离互动，有帮选手服务递水的这种可能，还包含两天的这个住宿，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真的感受很棒。他们也很顾虑我们每个人的感受，有没有想要跟谁签名、跟谁合照，他们都尽可能达成我们的目标。那环法体验第一次，我觉得很美好，因为有这么多机会可以跟选手近距离互动。今年蛮可惜的，没办法把全部的赛程追完，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再次来到环法，然后看能不能自驾跟着这个比赛去跟着5、6天的这种情况，然后每天跟比赛，每天去体验在地的这种生活，我觉得这感觉真的很棒。最后抽奖环节来了，大家只要在这支影片下方留言现在 Garmin 最新上市的车表它的型号全名是什么，就可以获得这次的抽奖机会。我们将在这下面的留言当中抽出3位，可以获得我这次来环法所获得的这些小小的周边，带回去送给大家。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啦。我是江正队，如果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也记得要在下方留言这些关键字，才可以抽出这次的小小周边哦。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拜拜。